看今天的第一景出来共。今天我们特地拉到外面来出外景，我们来到了林园，所以呢，就由我台湾基进林园大寮市议员的参选人杨佩华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林园。今天废话不多说，我们一起带大家去吃在地70年的霸王够。是有两条，中间那边有个停车场，停车场底下就有一些传统市场，卖一些生鲜。然后接着就沿着两条，全部都是菜市场的摊贩。这条比较密集，比较多人啊，因为我们要走路过去，所以我们走另外一条过去。你的会使导啊？啊，这张你老的，到时阵你较袂记导好像。好，我是台湾基进在这边市议员参选的，比较配合。对啊，我们介绍一下林园农会早市这边。对呀、啊，谢谢，再多多支持，谢谢。你看，我们现在立刻来到了这家林园在地中央市场的这个肉圆，它叫做王记肉圆。你只要 Google 找林园王记肉圆就找得到这家店吼，在地70年的老店了。现在在职业的老板已经是第三代哦。我觉得它还不错，它就是一个传统清蒸的霸丸，然后在地非常有名，因为你只要讲霸丸，大家都会过来这间。阿姨，你的菜市啊来对。套餐吼，有一个扎旗啊，加上瓦旗，它等于是连成一条线的啊。在晚市的这个市场里面，你只要问路边的人，大家都知道王记肉圆，一定赶紧过来加。这家店啊，你知道霸王最重要的就是除了皮之外，就是它里面的肉馅，就是猪肉，它就是用我们台湾本土的猪，台湾猪。门口的地方，老板也有贴了台湾猪的符号。然后我刚刚跟老板要了这张单子，这张单子就是他要去肉店买那个猪肉的时候，应该说猪送去肉摊的时候，他们会给这个猪的来源，就是证明它就是台湾的猪，它的来源是在哪一个屠宰场、哪一个电宰场这样子，然后它的发证的单位的盖印，哦，像这个就是凤山的这个肉品市场它的认证。所以其实要找到台湾猪的一些认证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现在标示都非常非常的清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最近12月18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的公投，4项公投里面，其中有一项是禁止美猪的公投。那禁止美猪的公投呢，国民党提出来的，他的意思是想要把它导成是一个食安的问题，因为美猪含有莱克多巴胺，他们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要禁止这个美猪进口。那其实在这边啊，台湾基进要先告诉大家，我们的结论就是不同意。那为什么不同意呢？接下来就来告诉大家。第一，他说食安有问题，但其实食安根本没有问题，因为呢，早在 WHO 就已经将这个莱克多巴胺啊定出了一个每日安全的摄取量，也就是说，以一个60公斤的成人为例，他必须每天哦吃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含量上限的猪肉有6公斤，每天要吃6公斤的猪肉，哎，这样一颗霸丸，你等于一天要吃100颗，你分3餐吃就要吃33颗，你有办法这样吃？你真的有办法这样吃吗？没有办法嘛。再来是，其实只有一层是外国的进口猪，这一层里面呢，又以加拿大啦、跟以比利为大宗，里面其实只有一层里面的一层才是美猪，而美猪呢，里面的22%才有含有来剂。所以其实在台湾的市场上只有1%是美国猪，你即便想要买到这么多6公斤的美猪，你都不太可能。你要去哪里买美猪，我真的也不太知道。再加上其实在农委会呢有提出一个说明，在今年1月开始开放美国猪肉进口的时候啊，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是来剂零检出的状况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美猪要进口，为什么我们认为必须让它进口，要阻挡这个公投案呢？还有第二个问题，第一是食安没问题，第二是贸易有问题。为什么呢？台湾是一个出口的国家，其实我们很在意的就是台湾跟国际之间的公平贸易。那台湾为什么要跟国际进行公平贸易，是需要进口来猪呢，或进口美猪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台湾猪也要出口，它的道理就是别人的东西要卖到我们家，我们的东西也要卖到别人家，这样才公平，对吧？
最重要的是台湾应该要定出一个规范，就是当别人东西进到我们家，不管是猪肉牛肉或者什么东西进到我们家的时候呢，它必须要有一个标示，标示非常清楚，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像这个东西是台湾猪，这个东西是什么猪，标示清楚之后消费者就会去做决定，在消费者做完选择之后，在市场上就会有一个区隔，那这样子我们第一能够进行公平贸易，第二我们也可以维护台湾猪的市场，所以大家真的不用担心。所以台湾基进不同意禁止美猪进口的这个公投案哦，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台湾必须走出去，台湾必须成为国际的台湾，我们才有可能跟中国有保持一个安全社交距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跟国际做公平的贸易，未来我们的经贸可能就一直锁在中国市场，这对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长期不好不好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12月18四个不同意台湾进国际，谢谢。看到现在了，因为我也很想吃霸王了，那就跟到大家说声拜拜。未来呢，台湾基进的基进出来讲会不停的上传时事评论，大家记得收看哦。我是台湾基进林园大寮市议员参选人杨佩华，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我要吃霸王了，拜拜。四能三，爱食台湾猪，啊你无话，爱食台湾猪。阿妈好可爱，阿妈是第二代的那个头家，对不对？啊，现在在享福了。为啥代啊？阿妈是第二代，然后现在老板是第三代。老板爱吃台湾猪。好，我想吃霸王。